阿虎会拿电话，我接听哦。喂喂，你是谁？我是猪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找阿虎什么事？阿虎不可以出去玩，阿虎还没洗澡哈。小猪啊，现在下雨嘞哈。阿虎说拜拜，哈，因为我还没洗澡。阿虎说我还没洗澡，小猪我还没洗澡，不能出去玩，明天早上才出去。现在天黑了，又下雨，哈，好，拜拜，挂起来，挂起来。好了，挂起来，挂起来。他会摔吗？不会。小猪打电话来找你哈，他看到他的花野菜了，就这样哈，把他门框看到这样物件了。对啊，盖子都盖了哎，怎么办？还看得到？就是晚上收当他的点心的啦，这些花野菜，他也知道，也看得到，我都没看到，恭喜恭喜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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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听到你的声音，看一直盯着桌上的菜，剩菜而已。阿虎，我要发大财！哦，吃这个糕都不能给他看了，都不敢吃了，这个糕哦。这个太甜了啦。哦，这个不干，是什么糕？从屋买回来的黑糖糕。阿虎哭吃了，看了就很想吃，是不是？不可以。哎呦！被他抢走了！你小心他塞嘴巴、啊。还好你丢掉。哎呦，丢地上了，不行。不得了，还好，妈妈没吃过。哦。还好你丢掉。在公公那哈。嗯。那是干香啊。嗯。那你自己做吧，你要人家抱。哼哼。自己做啊，啊，你高兴吗？不累，嗯，自己做，自己做，自己做、啊，坐不住啊。